我打印了两张吧，党旗、国旗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，中国共产党党旗，我准备去烧了啊！啊，这个呢，我在打印店，那个老美呢，我问老美的服务员、工作人员吧，我说你知道这个图片是什么吗？他说不知道。我说这是中国国旗。然后呢，你知道他什么反应吗？他说不知道，太懂了呢。拜拜。这就是中国在老美普通的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。